好多种的算命方法，但是这个九宫格算命倒是第一次看到。在九宫格填上零到九，竟然就可以算出你前四年还有后四年的运势。信众说准确度有高达八九成，真的这么神吗？据说这是一种来自泰国的占卜术，帮人解说命盘的就是这位才三十出头的铁木尼师傅。他说传授他这一种算命方式的并不是真人，而是一位神明。原来在他十四岁那一年被蚊子叮了一下，没想到因此染上了出血性登革热，就连医生都宣告他已经死亡，要把遗体推进太平间之前，他竟然奇迹复活。Iti piso bakawat hana parami isampano iti piso bakawat sira parami isampano iti piso bakawat。九宫格是看心里面跟看现在。就蛮罕见的，我都没听过。对啊，就是九个数字就可以知道你差不多前四年后四年这样。神秘的九宫格数字里头究竟藏着什么玄机？想到什么数字，喜欢放在哪一格，全凭自己的感觉跟喜好。这个看似随机的占卜，其实暗藏着神秘的数字密码。他卡到什么现在，就看看他。有些拿问题，有些拿是有人只是工作会好了，有时感情快来了，看九宫格就可以看到了。很大问题是51、52、53，这里冲突的人就会多，压力问题就会多。就是九个字写完，面盘出来，前后几年我们的人生遭遇、起伏、家庭什么，全部几乎80%、90%以上的命中率。